你喜欢独特的假期吗？蛮有趣的哎。跟随刘佩颖、千田爱莎和安心亚，走，一起体验时下年轻人最硬的随拍记录，真的很适合来拍照。从大城市找出小惊喜，非常刺激的地方挑战一下，顺道品尝当地美食。哇！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趁着旅游玩转世界，世界跟我这样玩。6月23号起，晚上9点，优频道与 MiWatch 同步观看。